好，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画面，是最近在网络上掀起一波朝圣梦幻景致的粉红湖，地点是在彰化的芳苑，临近汉堡湿地一带，这里有好几处的私人渔温都染上了粉红色的颜料，依照天气和日照的影响，颜色还会不同，五颜六色超梦幻的景致，透过特殊镜头还可以看到仿佛摩西分海的壮阔景致，吸引不少人慕名而来。透过360度环景镜头，将粉红湖一分为二，仿佛摩西分海般，相当壮观。这处如梦似幻般的粉红景致，位于彰化芳苑，临近汉堡湿地一带，在网络掀起朝圣热潮，不少民众慕名而来。粉红色啊，然后人家说两边颜色看起来有点像摩西分海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想要来看看啦、啊。看起来蛮梦幻的这样子。很漂亮，我从台中来，很漂亮，特别。梦幻粉红湖其实属于私人渔温，是饲养文蛤的益生菌培养池。业者透过益生菌及有机质来改善渔温的水质和土壤。当光合菌大量繁殖后，就会改变原先水池的颜色。有当爱变，哦，你若稳定，有当是规半年，啊，若袂稳定，规工啊，得阁变色，爱变的颜色有三四种。随着天气和日照影响，形成五颜六色的美景。而除了粉红湖，还可以到附近的王宫渔港走走，大海灯塔，还有好吃的蚵嗲，视觉享受也能满足您的味蕾。记者戴荣茂，彰化报道。